是，哎呦，我们唱的都他喜欢的歌星的歌啊。粉丝喜欢谁？刚才不是唱了很多，很重要的，我们的陶喆老师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先唱一下《夜夜夜夜》，可以吗？先稍等一下，有没有同学会唱的？就是华星的同学，星子妹妹。还有没有同学或是 学弟或是学妹会唱这首歌的？快快快，来唱一下！李谦，那就上来喽。欢迎你们！你们是不是觉得只有女明星没有带妆很吓人？哈，我们再看一下男明星没带妆会长什么样。来来，李谦，好，没有啦，就很 OK， 我只让大家看一下，妆前跟妆后一样帅。来，麻烦麻烦，麦克风给一下好不好？好。不好意思啊，被我们临时 Q 上来，哎呦，穿着这么的轻松方便，很休闲，很休闲。来来来，两位请。好久不见啊，我一开始都戏啊。什么？没事没事，很久。我一开始都戏啊，很久没有戏啊。最近恢复好像。什么？戒掉一点。好久不见了。没有没有，又复胖了。我本来瘦到七十，现在胖到八十这样。所以 OK 了吗？两位主播 OK。数字不能加。啊，数字音乐就给他下了。走。啊，耶！来，稍等一下，好了，另外一支麦克风。啊？可以。两位 OK 吗 ？OK。几个亿。把我们音乐下。我不愿再犯错。